然后 FR 也意识到了，南威这边咋说呀，这都已经被对面发现了，要不就现在高台打上也是非常的凶，哎，被锯下来了，被他炫下来了。对，这边第一时间好像杀不掉这个大哥，发了一个勾，现在这边的一个冰女团给全宰一口。这后排感觉就是这个发条把双人游给关住了呀，双人游第一时间这王是选择买活 TB 开了魔，他和 BB 是选择踢走了。那这样的话 HR 继续追击，带泽买活过来，薄葬给到了伐木机链先勾走，死亡先知往前顶，伐木机还是要死，红绿在远距离只敢甩甩技能，人根本是不敢往前顶呀、啊、这样的话 TB 补了一下状态又赶回到了战场，这边 HR 追得非常的凶，沉默到了火女不会又往高地上追吧，如果往低高地上追那是一个 TB 绝佳炮台输出位啊，这追的有点点死了，是的，这追的有点过分了、再追一个发条技师，冰眼粘住勾野怪，有个框能走吗，感觉 A 两下可能出个暴击就死了，哎正好，哎这里中路是死亡先知吗，全场线上配合 TB 他们死亡先知，但是没有秒掉有盘子，那这是一个 TB 带的时候有一个薄葬抬着手， TB 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个幻想换出来了，换到这是脸上的一个兔子，看对黑钱刀血包盘子，感觉这边看一下齐天大圣使得神灭斩遭不住大圣死了，又是一个薄葬， TB 在战场上持续打输出，再打一口看能不能把自己的输出打到极限，再打起来 TB 是有个双倍挂在身上的，嗯是很可怕的，但是这个眼位就很关键了，嗯哪位是有优势，看一下打死亡先知跳到了山上，在山上有没有视野，双倍 TB 找不到人打，还有这个 BTB 的时间要浪费了， DS 一个真空没进上后续技能，但大圣的一个白晕瞬间大晕 TB 阵亡，120秒他的买活 CD 还有40多秒，但这波是没有买活的，那这波是哪位的一个溃败，暂时买不了，差300块也很快可以打出来，好下一波双方，哦这里盾刷新哪位直接开打，我人都有买，但是 TB 进去打吗， TB 打，这里 HR 没视野吗，应该是知道的，一会儿让发条甩那个赵薇，哎我打先手了，发条能来，但是 DS 一个拉墙效果还不错，又拉了一个墙，哎呦这墙在这儿有点难受，戴泽又是被沉默被死亡先知直接打死，戴泽也能买，伐木机是一个残血，戴泽先买活 DP 吃了或者一个神灭斩，但自己是有盘子，哎被扬住了，死亡先知这波是这样说怎么脱节，我觉得被打完之后再进来打盾，直接进来打了，听你这样谋划应该拿了个急攻速非常的快，瞬息闪光打得很快，有人抢动做法开悟，不急来得及了吗，火女拿了盾黑钱一拉，里面有东西，是看这边兔子是一个残血，全给了一个大招，在猴子这个位置还不错， TB 是在红阵的一个正中间，自己这一波是没有 BKB 了，先撤出去跟队友的位置还比较近，伐木机冲的位置比较深，顶了一个 BKB， 伐木巨人先练走，两边第一波打了一个拉扯互交技能，交了冰女和兔子的一个买活，发条追的也比较的凶啊，自己是被扬住，他是有一个带走的魔晶效果，那这样的话他更是个破解，发条之前是交过买活到了先破两路的优势，但是但是哪位我觉得最后他那一波的决策还是很正确，选择放两路高地留买活打肉山团是对的，靠死亡先知打这个残局，想杀火女有盾还能买探血有盘子，伤害打在了这个盘子上面， TB 倒了基地第一时间没人打，这个戴德也是个残血，冰女也倒了，火女开冰女或者是光剑的自己还先死 TB 买活没有活，对他买活没有换飞鞋是哎呀这对 HR 这里从下路打的意思是想一波基地的，现在全场只有诺万可以买，哎勾了屁股再刷新，这边大圣是 H 光剑阵 TB 变身开刷新恐怖心潮上来打输出，前男人状态很差，吃了一个光剑阵100秒大圣又死了，但 TB 看一下没了 BTB 队友帮忙推了一下，一时间没有死，兔子的状态也很残，兔子被打死，好了这个跑了跑吧只能跑了，哎但是火女又是一个光击阵，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发条技师的这个打成的光击阵真的很关键啊，很哎发条技师勾的野怪正好被 DP 打野拉出来给走掉了，我反推哎我感觉下次这波 HR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了，
这波应该是真的大势已去了。死亡先知上来还是想故技重施啊，但自己金身被扬住往前顶，孤掌难鸣啊。真的是能打吗？打出了GG啊，恭喜哪位。虽然说真的是一波三折的一场比赛，还是拿下了。